哥，我想上厕所，但是厕所的灯坏掉了，我害怕，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？哥哥，啊，怎么了？怎么那么大声叫我？是着火了吗？狗蛋，我想上厕所，但是厕所灯坏掉了，你能在厕所外面陪我吗？就这，你就深更半夜把我吵醒，你是屁痒了吧？哥哥，跟我一起去嘛。行行行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去拿厕所钥匙。谢谢哥哥，那我去上厕所了。跟狗蛋去吧，浪费我睡觉时间。不陪他去吧，又浪费我更多的时间。不得不说，人之见则无敌啊！啊！怎么了，狗蛋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哥哥，你快看，咱们这是在哪儿？怎么回事？咱们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了？由于你们老师没把厕所的灯修好，所以把你们丢在这里。你们只有找齐六把钥匙才能出去。都怪你，老师不去换厕所的灯泡。你貌似也没叫我换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不管，都怪你没换。现在咱们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啊？去找钥匙啊，六个而已啦，又不是很难的事情。行吧，出去后拜托换个灯泡吧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会的。现在先出去再说吧。感觉这里像个迷宫啊，你去右边看看。狗蛋，我到左边看看。好的，哥哥，你去左边看看，要小心一点啊。你也是。哎，迷宫的出口，难道我逃出去了吗？总觉得没这么简单，我还是先找那只小白猪试试看吧。狗蛋，你在哪呢？我有事找你。哥哥救命，后面有个大蜘蛛追着我跑。哦，再见，我走了。狗蛋祝你好运。哥哥不带你这样的，见死不救。我要把这只大蜘蛛带到你面前。喂，大蜘蛛，打他呀，怎么指导我呀？哈哈哈哈，狗蛋惨了，我还是先出去吧。这迷宫的出口还是不能逃出去，究竟是想的太多了，还是老实的找六把钥匙吧。哥哥救我。你继续在迷宫找大蜘蛛而已，难道能吓到你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继续在迷宫找了。哎呦，这条毛毛虫怪可爱的。啊呸，老子是蛇，不是毛毛虫，这年头蛇都没尊严了。毛毛虫快来追我呀，来呀来呀。算了，我不想理这个傻子，还是回我的老窝吧。哥哥快来帮我，我打不过这只蜘蛛啊。好，我马上来，你撑住啊。哼，我刚才死掉了，你现在来了也没用。没办法，谁叫你太脆了，支撑不住我赶过来救你嘞。你看这哥哥是怎么玩这只大蜘蛛的。来来来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有多厉害。毛毛虫你好呀，我去找蜘蛛玩了，一会见。啊，这条不知道什么光波就打我剩六点血了，快跑快跑，跑完了我也会像狗蛋那样死了。兄弟后面包抄，快点。你们两个不讲武的，夹击就打我一个。算了，我还是不找大蜘蛛玩了，在这边玩。哦不对，在这边找找钥匙吧。棺材这些我看看有没有钥匙或者什么东西。啊，死神，我依旧没忘记他那镰刀戳我屁股的那酸爽哦。狗蛋快点过来把他引走。啊，哥哥这里有只毛毛虫，我过不去啊。不用你了，我再把那个拿镰刀的憨憨到处转了，结果转着转着他不知道我去哪了，聪明的我。但是这条大毛毛虫是什么鬼啊？小丑竟是我自己，不仅没绕晕那个憨憨，还带了两条毛毛虫，这样的阵容我压不住啊。狗蛋你快去把他们引到其他地方，我到这栋楼上面看看有没有钥匙。好，毛毛虫快来呀，我在这儿。哥哥我快顶不住了，这条毛毛虫的速度太快了。好，我在上面看到了一条毛毛虫追着一条狗跑，这场景让我想起了疯狂动物城。不错不错，你快点呀，我顶不住了，要死了。哎，那么一会就死了，我还以为能多看一会呢。没意思没意思，滚，快拿钥匙，别玩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去上面拿钥匙。死毛毛虫不讲武德，刚跳下来就被你打死了，你个捡漏怪。等我找齐钥匙，我就是不出去，哎，我就是打死你。我后面还跟着一个憨憨，我容易吗？我还是快跳井狗子吧。哥哥我觉得你脑壳有毛病，为什么要跳井啊？我那不是跳是躲，这只憨憨就会因故意伤害嘴他就死定了。可这憨憨是死神，本来就是死的呀。那我说去井里找钥匙，顺便怂在井里躲怪物，现在可以了吧？哥哥你这样说我就舒服了，加油哥哥。还真在井里找到钥匙，我没借口了，只能上去面对他们了。哦呦小伙子你出来了，刚刚还和毛毛虫打赌呢，赌你怂不会上来呢。我赌你不会上来，但是你还真敢上来，直接输了50000元，那就打死你当赔钱了。你打不死我。狗蛋你够勇敢的啊，直接和毛毛虫硬刚了。来呀毛毛虫跟我击剑呀。哥哥我现在血很少，你快来帮我打打呀。我现在已经给毛毛虫来了一剑，但我后面还跟这个憨憨，这些怪我打不过啊。狗蛋我觉得还是狗子找钥匙好一点，你觉得如何？好呀，反正现在怪物全追你了，当然好了。啊，憨憨别拿着你的镰刀戳我屁股啊，我菊花都漏风了。哥哥你再撑一会儿，我很快就能找到钥匙了。
撑不住啊，被三大汉追着呢，要不然我直接撞死吧，往棺材这么一躺我死了。毛毛虫你们别打我了好不好，老子不是熊是蛇，装死对我来说没有用啊。哥哥装死不是熊才不会打你吗？本来就是熊，看这些怪的熊样就知道欺负我们这些老实人。还有钥匙你到底找到没？还没有，找不到呀。那你去引怪我来找。狗当我觉得你现在只配是引怪了。谁说的，我还找到了一把钥匙呢。我找到三把，我先去放钥匙了。谁偷了我屁股啊？是我呀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偷我屁股还想走，看我不手撸打死你。算了，这感觉好累啊，手撸受不了了，还是放我的钥匙出去吧。走开，别打我出去啊，要不然我直接穿你出去了。这些怪物我受不了了，到底哪里还有钥匙啊？哥哥，我们把这些怪物都打死吧，他们太烦了，老是耽误我找钥匙。那你打吧，我去找钥匙，这些花中间应该是有钥匙的。哥哥我撑不住了，你快找钥匙就过来帮我打怪呀。再找了，你再撑会，很快的。果当你不是说再打吗？怎么这个憨憨来找我了？我都说了撑不住了，打他只剩半管血，然后我就被他一镰刀给打死了。对了果当，迷宫的钥匙你都找完了吗？还没找完，我只找到了一把，我这有一只毛毛虫，哥哥快来打。哥哥你又带来那么多的怪。哎呀，打一只也是打，打一群也是打，那就一起打呗。打你们这些怪，别逼动我，我不搞基的。我哥哥不搞基，他只喜欢搞鬼，你加油把我哥搞到手。狗蛋你又皮痒了是吧？等找到钥匙出去了，我让你体验一下做狗蛋的快感。我错了，哥哥你还差几个钥匙？差俩，你只找到一个，还有一个估计在迷宫里了，这边我都找过了，我去迷宫找找看吧。搞定，钥匙齐全了。狗蛋我们现在可以走了。哥哥快来救我，这毛毛虫堵着门口不让我出去。打不就好了，不过这姿势我长姿势了。哥哥什么姿势呀？毛毛虫钻进门里的姿势啊，你看多吻合啊。哦哦，听不懂，我是纯洁的狗当。我找不准空隙进去啊，直接穿过这条毛毛虫进去吧。我打死你这个毛毛虫。狗当是我，住手。干，我没死在憨憨和毛毛虫手上，死在你手上了。哥哥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有意的。我不想理你，走开，快让我过去放钥匙啊，死胖子。哎呦妈呀，终于逃出来了，不容易啊。